OK，我们成功把我们的 OK，我们成功把我们的外接硬碟盒插到我们电脑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传的档案呢？OK，那我们成功把我们的外接硬碟盒装到电脑上。那我们今天要传的档案呢，就是这一个4.81 GB 的这个超大的档案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档案复制，然后贴上到我们的我们的硬碟盒还没有。OK。